口渴，想要带一份45元的大甲芋头西米露跟2份60元的芋头西米露哟。这怎么可能答得出来？好好好，我帮你准备哈。OK OK。天哪！好的，请问客人总共花了多少钱点餐？以及刚刚那首歌是什么？刚刚那首歌是什么？徐怀钰的吗？没，你问要给确定的答案啊！我问谁？好，来，两位请吃彩，预备 ，Go！ 好漂亮哇！来多少？8点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八点在哪里？要答对才能走，答对才能走。6、7、8，同甲夜市。同时你们听这首歌，但同时你们要回答我们会出的题目。你们同时答对的话，就可以除了到这边之外，再前进两格。那其他人不准干扰，因为我们逢甲夜市我们有在做生意的啊。请出题。哎，妹妹怎么样啊？你要买什么？哎，老板，我要点一份45块的明伦蛋饼，55块的关之琳大肠包小肠，我想要2份，50元的一心素食臭豆腐想要3份，我有点口渴，想要再一份45元的大甲芋头西米露跟2份60元的芋头西米露哟。这怎么可能答得出来？好好好，我帮你准备哈。OK OK。天。好的，请问客人总共花了多少钱点餐？以及刚刚那首歌是什么？刚刚那首歌是什么？徐怀钰的吗？没，你问我要给确定的答案啊！我问谁？他们俩很茫然呢。不是，我刚刚觉得音乐好吵哦，听不到在讲什么。唱唱就会了。哎，你现在唱完全不同歌哎。是徐怀钰的歌，啊，点餐的部分你们也算好。完全忘记点餐，有点难呐。我听到45块，花了多少钱？然后15块，55块，66块。好啦，猜个230，大概差2倍。好，恭喜答错，正确答案470块钱。哥也没有答对，太难了啦。Sorry， 好，第一棒算他倒霉了。倒霉，好吧，正确答案飞起来，飞起来。雨薇老师是不是有一种想退赛的感觉？我也想说，是不是可以出《望春风》了？我去岛小夜曲，流行歌曲里面，你最新的有印象是哪一首歌？我刚才直接想到八大雄的歌，什么歌？他最近一首新歌《最初的恋人》，就是最初的恋人，80年代那种。对对对，他穿的很 fashion。不要不要拦我，不要不要拦我。哎，那这个很新的，很新，昨天才看到，2个礼拜而已，昨天才看到。徐慧这首歌已少说20年了，这个歌这也不是新歌，在当年来讲是非常非常红的。对，好，来两位请吃彩。好，所以你们就没有前进，你们就直接还是留在原地了。好，抛高高。只有3组能够晋级，好，哎，那就是你这一格了。新竹六福村，哎，请出题。那些是非我已经。运气多好，没有点餐。对啊，点餐只有2。如果在玩大怒神还点餐，给我个比大大。那你肯定答不出来。好，正确答案，歌名叫做《1000万次的泪水》。哇，恭喜答对。